妈祖先的主意，所有的人的祖先。啊，恁来看这间厝安尼哦，就是较早吼，大会堂前的这个油漆站的，我给恁看哦。安平，安平这所在叫做什么？大园。我去开会就是啊，其他都拢不看到啊吼。所以，你家己大家十点半吼，恁若到时讲要进这个中心点安地做啥子吼，要先过桥然后过去。伊讲我们五十多层楼，伊将迄八百几间千平出来，是阮阿甲吞起。吞起迄五层内底，总起三层楼、四层楼、五层楼尔，大家唔敢起上多。即摆你甲看，你等坐车转来遐看，上少拢起二十楼啊。哦，所以人讲个沧海桑田，几百栋、五十栋、一百栋安尼尔，绝对你有想袂到。所以按今日来到这个所在，我是要让大家知道我历史个背景，吼、哦，而且安尼。所以按今天的公交队所讲，按今天没有诸位所有物业周边哦，今天是两点钟好。是海滨了对啊，所以恁人看即马停车场哦，迄阵是千平内海啊，迄阵是足深的哦，偌深嘞？来，我做做给看哦，这不是我讲的，这有写哦。安平港青华队四祥寻找的寻在无？嗯。啊，那土海人我安平湾，阮许多人拢做啊，一箱偌济？一米半，就是按伸手伸出来。所以你来看，较早1.5×4六米哦，这钢材到这内海六米深，既然起码拢变陆地变大楼，看外久尔，两三百栋嘛，要正加讲的沧海桑田。所以咱回往来讲这个，好，就是伊阵啊经营百几当前哦，伊经营这糖哦，啊个这。我爸讲的煤油，迄阵啊还会电费，所以煤油哦，像按即嘛同款嘛，你要加迄个摩托车啊车，一定要加油嘛，所以就做做，所以就起一间大厝，八百户，八百门，八百户，几百个门，几百个窗啊，哦，啊，所以阮遐在有四个，因个祖先叫做啥物叫做地，无落地的富在富，有那无落地的厝，有经过厝。哦，这句话，无落地的富，啊，有落地的富，无落地的富，有落地的富，无落地的富，代表讲伊不但有财富丰盛，所以按这个过程中足重要的，在哪里？啊，有这机会，啊，跟咱讲。过过了哈，按几百条过了，按停车这个，维生素我怎样哦，足重要哦，啊，这是小弟哦，弟弟懂得珍惜，千里开始，你先回幺弟的时候。高雄旁边的景点哦，来，送钱啊，在那边哦。阿哥，你那个陈水扁哦，许天才阿加外国总统来，请你先帮伊叫东西瓜咧，倒倒那嘛吼。啊，但是中华会给退休啊啦，啊，怎操作拢真正真无用啦吼。你要无时间来嘛，出来外口去做，所以今天我也当面讲，今天免管是，我要跟三十当个做文化做地方的培训，一张费用。欢迎各位哈、哦，来到咱这个、咱这个安平哈、哦，安平哈、哦、是江西的故乡，哦哦，欢迎咱这个华人哈、哦，青年人哈，是大哈，通大多大细哈，咱哈、哦，咱这是这个安平哈、哦，是这个江西的故乡，啊，江西故乡嘿，就是咱台南在这个安平，这什么叫江西？江西就是呢，就是咱这个。就是讲来到台湾的时阵吼，啊，伊有保障吼，爱来买咧，即武器，然后后边车哦来送电吼，来送电，吼送电，吼、啊，啊有这个有这个这武器吼，啊有家己练吼，啊伊吼若去当因厝的时阵吼，啊要休困嘛吼，啊休困就把这武器放当因家门口靠，啊门口靠门口靠的时阵呢，因兜。有表示啥？因家有啥？查甫人啊，哦，啊，贼仔啦，哦，都唔敢滴滴恶白三折啊，吼、哦，啊，所以呢，有这个情形下吼，必须会当
来这个片面这个这个倒位的这个头道的这个情形哈，啊，会当安尼来保着这个家里这个厝里的安全哈。啊，这占灾呢，占灾吼，伊有分有其实吼，咱即马看一只，这只就是这只占灾，但是这只特殊就是安那，伊是光头毛的，吼、哦、啊，而且呢。这是玻璃珠啊，这蓝色的目睭，哦，那有人叫伊叫啥？阿多啊，阿多啊，点西，嘿，阿多啊，点西，啊是安那？伊过去啊，安平家，迄、那个，西洋人，西班牙西洋人，比李成功较早来到台南安平家，哦，啊，所以呢，早起就这个西洋人来家，所以呢，哦，咱这个阿多啊。剑仔吼，就坐伫遮来欣赏。啊，你啊看，这只剑仔，头毛光光，叫做狗，迄个秋毛剑仔，啊，目睭蓝蓝，吼，咧，迄个外国人，鼻啊嘟嘟那吹了，啊，鼻啊那吹了啦，英国鼻安尼吼，哦，真正是外国人啊，多啊剑仔吼，哦，啊，这个剑仔呢，咱个剑仔吼，伊都有加一点剑，吼，加一点，啊，伊有分哦。啊，那阵对这边，对这边，穿过伊叫做皮鞋。啊，那对这边，对各手表这边唔过，叫做机壳，哦，机壳，哦，机壳。所以呢，哦，我这只嘛是机壳的呀，哦，对啊，哦，啊，这只嘞，这只嘛是，我嘛是机壳的呀，哈、哦。啊，其实哦，咱现在哦，离咱安平哈、哦、过去哈、哦，规个。扩大所流传来，差不多有三十只。啊，三十只内面呢，伊有啥物货？有目标呢，有这个鬼啊做的，啊后迄个洗脚啊，哦，啊后这个用迄个水泥来做的，哦，啊用鹅啊塔的，哦，啊彩绘，哦，种类足多，哦，种类足多。啊，离咱这个是拢离咱个地方，哦，啊来周围，啊算作一个地，一个界面，哦。在秋末的，哦，秋末的哦，啊！而且伊目睭大，
玉果咧，拄啊是金白，即个蓝色的哦。哦，啊皮啊呢，独独那像啥？那像迄、那个啊豆啊皮啊啦。啊伊呢过去就是荷兰人，啊来到台湾旅游，哦比地心国较早来。哦，啊所以呢，就即个荷兰人来遮做生意，啊而且毛传教，哦来传教。啊所以咱呢，就即、這个哦阿皮啊，伊、這个剑西，即、這个。阿多阿占西的形象吼，啊，咱这个阿多阿占西呢，伊个算作一个分一个，加一个分一个一个触体的台湾，吼、哦，台湾就是一个大伸手的一个触心，吼、哦，啊，本身触心以外，边啊一个更重吼，即、哦這个触心大手的，所以叫大伸手的即个更重，吼、哦，因为过去安平咱所在无大，吼、哦，啊，所以就是安尼来接受这个空间，吼、哦。啊，这个剑灾是安那，因为对起咱安平，哦，因为是一个海岛一个区域，哦，啊，所以呢，就是讲啊，用这个，就先讲来到台湾的时候，哦，啊，伊个无将派，伊头先安尼吼，啊，所以呢，有这个缺有污污点的，所以当缺这个污点呢，哦，这个污点，哦，啊，这个剑灾的情形，哦，有足多种的。哦，要做诶，啊，搁有目标诶哦，啊，搁有迄、那个，指标，啊，搁有指标诶吼，啊，搁有即个啥，搁迄、那个，生肥仔诶吼，生肥仔诶即个材质吼，啊，伊材质足细，吼，伊材质足细，啊，来啊，伊即个是即个安平诶特色，吼、哦，所以咱安平叫做啥，叫做剑灾诶故乡，吼、哦，安平叫做剑灾诶故乡，吼、哦，啊。咱各位呢，咱山哦叫做藤溪啊山哦，咱安平这个圣山有一个，就是讲咱的好野人，安平的好野人哦，拢种伫遐哦哦，包括咱很主席的这个啥，永丰宇集团哦，何家哦，嘛是拢种伫遐哦，啊，甚至讲这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哦，甚至。姓刷的地了哈，现在在无同，以前那坐迄个飞机了啊，对吧？哈，啊，现在呢，这个哦，属于不错哎，哦，有水泥的，有车子，哦，还有马路地啊，把猪套套，哦，啊，有那大一个店，哦，啊，伊这哈，甚至那坐迄个金光，迄、那个佛教的迄个金光神像像哈。啊，歹看面啦，不过又嘛是有辐射的作用，哦。啊，你啊看咧，咱短短啊一短啊尔，吼，啊就两只剑山，哦，这是唐家的宗祠，哦，唐家的宗祠，哦，哦。啊，所以咱安平是啥？是这个，剑山的故乡，哦，剑山的故乡，哦。啊，这个欢迎各位啊，啊哪个有来？去了来到台南，啊来咱安平来认识咱台安平哦，台湾的这个发源地哦，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多多谢谢咱咧讲，一个村，一个村，村乡，一个村，一个村，啊喏，用现代典故来讲叫做社区哦。那其实我安平即摆有十个啦，吼，啊多多实在是六个，啊这是较往西边，所以往城西。那么我们来对我们的这个主席是非常的第一步坚持池水池的池阿来的特色那东西我这个名字是什么呢耶稣就是天天的山天天山里面是一千三百一千三百的所以一千三百非常细大那么今天的这个是所以是咱这个台南市内底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古迹，吼、哦。那地库泉水呢？那伫阮的这个考证内底，那么伊叫做池一百，又名哦，一二三四的一号哦，发出来发出来。那么考证名是我同大家一来来再看。阮家呢有一个结婚的神像。
好，谢谢。哦，三盒啦，吼。阮即个副主委，副主委啊，哦，伊特别甲咱补充讲，阮后山有课，就是咱的国定古迹，等下我会带恁来看，就是安平王城的城门。哦，等下我嘛会提到，所以阮后山有课，啊，头前呢就是即、這个啊大海会当通到。这个其实是太平湖哦，啊且安尼一个过哦，啊同时呢，这个头前的迄个视野很广哦。那么这个场地用风雨，这个坐船，这个叫做河船，也创办成河船，啊听过无？河船用风雨，就是对，啊这个台东有一个风景。啊，宽广嘛，吼、哦，那首先，伊就是安平，啊，是咱凤翔山的，吼、哦，啊，较早呢，头前呢，啊，有因为这个啊，祖上的土地，好、啊，来，啊、我带大家入来，好、啊，来，分两车嘛，啊，分两车嘛，然后，啊，来，咱们都开始有喜欢自己的，对吧？啊。左青龙，右白虎，不用急，来。来，那么啊，叫的电灯是低负成本，吼、哦，啊那边两边目睭不错，吼、哦，啊，过早时代有咧讲啦，讲其实是一个书生啦，啊，这个家底好钱啦，吼、哦，啊，结果呢，啊，到一个餐厅的时阵嘛，拄啊做伙咧食饭嘛，哇，边啊有一个讲，伊是吼、哦，迄个天顶派来吼，讲哦，啊，到这个餐厅哦，拢无做好代志啦，吼、哦。啊吼，要来甲惩罚吼，所以我听过瘟神吼，吼瘟神吼，伊要来放瘟啦。伊讲我即摆都拢毒药啦，吼，啊就遮个遮个人，即个镇头的人拢，迄个无做好代志，结果迄、那个啊读册人啊，姓李的即个读册人讲，哎、欸，安尼嘛唔好嘞吼，啊你安尼甲伊放毒吼，安尼嘛唔好，怕你无注意违法入册，啊半暝啊嘞，伊想讲。那要让遮个人拢知影讲这有毒，那只有我家己嚼落去啦吼，啊我着吞落去，啊着我跳落去这内底，隔顿刚吐起来吼，啊目睭拢吐出来吼，啊所以大家知影讲啊，啊这内底有水有毒，袂使食吼，啊所以呢，后来啊玉皇上帝啊，感念讲啊，这个书生啊真有迄、那个这个见义勇为的精神，啊来甲升格升做啊迄、那个。迄个王爷吼，千岁吼啊，所以你看伊面乌的哦，不是跳舞啊，不乌的，啊目睭拢吐出吼。那阮这间庙啊，这个建筑啊，拢是南台湾一个著名的老师，即摆已经退休啊，叫做陈振雄陈老师。那么伊的这个作品，吼、哦，这是最难得，伊的作品即摆不多，啊，会当看到遮侪这个画梁雕栋的无济。但是阮更加出名的是即尊啊，有看无？来，较头前来，较头前来，嘿，会食薰的即个神尊，有名，伊叫做王家赛，王，伊真正叫做王家赛，三横一竖王王家啊，啊，咱米田讲迄个赛，王家赛，好、哦，那么。其实啊，王家菜啊，是日本时代啊，啊，阮安平的一个囡仔啦，吼、哦。因当然五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啊，伊是上大汉。啊，你知影咱古早时代的囡仔吼，拢会希望好有钱，啊，名拢家菜啊，啊，什么蒙腰的啊，蒙翅的啊，捡到的啊，吼、哦。啊，伊就甲因老爸甲合作家菜，吼、哦。啊，结果啊，
然后开始啊，十七八岁咧，咧拉黄包车。日本时代的黄包车是啥物？即卖是计程车，但是日本时代的黄包车是人幽的啦，吼、哦，哎，就是咧幽济啦，吼、哦。啊，日本时代伫阮安平啦，阮有日本人伫遮设一个制盐的这个制盐厂，读盐的做盐的，吼、哦，叫做大日本制盐株式会社，吼、哦。有一天啊，因迄个总公司的社长上社长来遮视察，所以阮安平有一个汽油出张所，出张出张出张就是来安怎出差，哈、哦、啊日本人叫做出张，哈、哦、啊好，爱、啊、就来安平呢，结果啊去坐着王家山，帮伊去为这个黄包车，一路上啊，伊发觉讲，哎、欸，王家山这个人啊，看起来真可疑，哈、哦。啊，尾后呢，就讲安尼啦，安好，我咧晒盐的迄个所在，到咧放盐的仓库，这段的这个工作，我互你包，互你做。哎、欸，王家山因为安尼真怕病，所以呢，慢慢累积伊的这个财富，啊，慢慢变做日本时代安平上界富集啊，就是王家山。啊，伊有钱了后呢？啊，伊真好，拢会迄个乐善好施啦，吼、哦，都会欠钱啊，都会用那伊拢去甲帮忙。啊，伊走了了后呢，那么有人做梦，梦见讲啊，王家山变作阮家的土地公，吼、哦，啊，因为啊，啊，这个王家山啊，一世人上加爱食饭，来，我摕图互你看。卖讲哦，拢乌白讲哦，这个人来，恁都我等下甲报你看，引导引导。叫做安平豆花，好、哦、豆花哦。那豆花呢，会出名，就是因为朱老师伊足爱食安平的豆花，啊写足侪文章伫报纸公布，所以安平豆花开遮尔好闻。啊，你爱找着迄间哦，迄间四字叫做安平豆花，啊要有落款，落款就是长沙朱酒。啊，已经开始叫白哦，好、哦，长沙朱酒营哦，好、哦，好，来，行，好，来，来哦，来哦，好、哦，来，啊，我今仔带恁来看，阮这间庙的上界，这个有，这有刻上啊，阮的风神写匾，来，来，说得好，说得好，好，这里有，嗯，你得跟他看一下。
哎，那个陈正手，那个老师啊，爱公大师，哦，大师，哦，对，大师啊，爱公大师啊，哦，那个国宝桥啊，恁安平敢嘛上出名啊？哎，是我公车赛的啦，哦，原来那个是，如果我们这里没有，哦，对我们会更加的了解，非常感谢给他们家长们。健康我叫做宏大对对对我叫做宏大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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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去跑，反正是你就这样就等于了，我们就等于，还别对象给我，所以那你嘛，你有病就是嘛，来人，我暂时挂了电话，好，好，好，啊，对个，好，接着起来讲，好，接着是，跟你的话术起的，哦，接着讲呢，第三大印象，哦，叫做殖民艺术建筑，你各地的洋行都是洋行，不是洋行的，拢是安尼吼，第三就给半圆形的空间如何？三十五分钟的时候，第二，有几个回人有几个人，十个过来，现在几个人过来，有啦，哦，有几个回，哦，半年前工作有无？第二，有几个回人做人？第三，小白边，青色的橄榄的栏杆有没有？绿色瓶子栏杆哦，迄绿油瓶哦，迄是几多？对咱有进口的哦，哦，这三行就是过程，因世界各国。这些人能够用起的什么美国啦、英国啦、荷兰啦，因是世界各国的建筑都是统一种格式，啊，这殖民地式建筑，一种种格式，啊，搁面就像我讲，啊，你看啊，伊啊，因为伊这个伊个地基吼，建国一公尺，况且伊呐，因过于珍贵，以前这个是一片的茫茫大海，所以多少人落河时阵也中水，所以拿抬高一公尺，啊，迄个就老迄个在讲高高石。啊，天鹅、海底三毒蛟，叫做罗锅蕉。啊，罗锅蕉吼，你看看看个水哦。啊，这就是恁讲的东兴洋行。啊，你讲的对，你问个真好。这就是安那，第一防水，第二通风。那你怎么咱无迄个空调嘛？啊，不要，如果保持咱随时冬暖夏凉。所以讲，你厝边通风哦，个防水哦，你这些拢上去啊。啊，搁一项，你看还有只百叶窗，当初用的是两只百叶窗哦，做先进的设计，的设计，加这个哦，建筑的种啊元素，百叶窗，有够水，有够水哦。啊，这就是很讲的哦，三星银行，啊，第二呢，国际银行，这拢银行好滴啦。伊有只片啊，做做拢拢在在那边行吼，啊，这个风水，啊，就这样嘞。安平站的 GDP， 对呀，这是安平站的海关，安平站海关啊，所以安平就作战各位，就是安平的联系办公室，安平就是国际港口，荷兰人各位运用技术，我们能当好安平建设，安平国家建设四大九年，一用技术，第五年抵抗技术多四大章，安平去进入国际要港。哦，啊，这是国际洋行，哦，啊，这种啦，应该是，把咱台湾的樟脑各种输出，樟脑做落去怎样嘛吼？哦，因为咱台湾很多樟树，樟树的皮啊下落来，啊，回去烧，也是洋脑，烧料就是樟脑，啊，樟脑怎么啦？以印度为用，来，咱的妈妈那种东西，到电一烫出来的，再放一个樟脑丸，哦。做房子，做何样？哦，安尼就样讲好啊。以前各位，咱十八世纪，十八世纪末，咱台湾的樟脑是全世界第一哦。樟脑是人家，他日本人国别出，一年去樟树哦拢砍砍砍，所以你不能做观念，你观点观念出。啊，你要你樟树的话，那灭绝，所以讲禁忌樟脑树哦。啊，禁忌出个，怎么干嘛无钱能干啊？所以说要再打。1893年，所以等等，他叫农夫，他说你们就拿个新豆来，做啥？当个车，带人机，带人听，哎，安平机听，哎，当个车，他做啥？
台人就在这安平依旧的十多项东西。哦，所以各位，那个哈，你特别是你哦，非常辛苦，你辛苦哦，我干嘛留言呢？非常重要，你等一下，你别点安平听友讲一定要是用心用的，一千啊，一百啊，你尽量行，你坐车哦，你坐中国哦，我讲你是坐国的哈，转到台北的哦。哦，所以您给他给给领导来就行，值得你们留恋。领导，你也放下来。来哦，不要客气，这个就是王家山，因为伊跟日本人的关系真好，所以呢，伊呢，趁钱以外，伊拢会去帮助这个天地哦。那么你有看，手拢夹一支烟有无？拢伫遮，哦。那等下咱出门，我会甲你讲，烟到几多有？啊，好，来，好，那这个。第二队来啊嘛，吼，第二队来啊，吼，来，啊，你若唔是分甲点落去，啊，伊等下就缩了了，吼，来，对我来，对我来，是唔是第二队的来啊？好，来来来来来，咱来先来，啊。
的后壁搁有迄、那个啊，翻身工作的时间，哦，耶，来，来，谢谢喽，谢谢，来。
头生结晶，就是因为因爸爸因先生，因阿仔是荷兰的子弟，结果这个是命运，还是我把它传承掉？因查囝啊爱着我的人，啊，因这妈妈是就是结婚咯，因这个查囝是无结婚，但是阿来。教咱一个，咱台湾在安平的人吼，叫阮阿来换工，车工啦吼，换伊到伊个高雄。所以这个种名吼，这是安平弟兄叫高英，我是要介绍的。伊这个足球、好球、足球，陈大儒是咱台湾一百届的天王，这做主天王，这做主天王吼。啊，迄个咱讲好球，多谢哪些分享过吧？多谢哪样？就是沿着路顶分享过吧？只要沿着路顶，伊好球。咱二车头，咱二个朋友要路顶，所以一起的灵感，我甲做一刻做下也无路顶，各有种感情。到这个时，是准备变钱，因为你看这钱，我救生衣摕起来，花嘞俩都已经够啊，我做救生衣的钱了。来，啊，第三就是，等下各位哦，今仔日吼，即摆拄仔咧八楼，即摆是八楼，因为安平今仔日八点开始吼，水开始慢慢啊变哦，所以即摆吼水会较大，啊，佮有风哦。这个码头的，因为水的关系很浮很沉吼，所以咱来大家要行，一定爱注意哦吼，因为咱有江北有很喘吼。啊，等下吼，阮即款的委员吼，阮雕工朋友，跟全部拢派帅哥，想要派帅哥，因为拢要甲大家看大家苦啦吼。所以来，那我们的委员，那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各位这个上船的？因为咱这里要当遮坐，还是要当船长坐，拢会使吼。因为阮的船啊，六十个，我较开船，啊，好的，要当遮坐。今仔放作头，今仔放作头吼，啊，先清一下，安怎无带，无带了，只要骨落去的话吼，骨块出来啦，安尼好无？以前啊清啦吼，啊无带来无清水，就再骨落去，你边个就下面了啊？好，好，那谢谢我们的小红舅吼，那么特别的注意啦吼，来，那各位吼好朋友，来，各位我们的长官吼，来，咱吼，跟伊对面的饭店，这间饭店吼，当月十二今年。五辆车都打开的龙岩，这福尔摩沙游艇酒店。我今日若要去佚佗吼，听讲吼要去安平过后，那会再来吃。来，阿各位你看这幅，这幅水吼是何家渔翁，阮安平风水地理上佳好的所在。各位来阮安平吼，有一个小姐在，我听讲有一个小姐，听讲咱大家就爱唱歌。安平对象叫金小姐，对不对？听讲这就是金小姐咧当情郎的所在。来，咱往后面看一下，你看他两个雕像无？一个坐嘞，一个徛嘞，吼，迄金小姐。当初我要做这两个小姐的时阵吼，我一区的李长来抗议呢，抗议啥？啊，区长啊，啊咱安平的小姐吼，困免钱的这个代志有需要宣传，今日讲这个话，啊，伊这区长做咩人，就是咱的总干事啦吼。伊就这句话，伊搁来甲阮讲，即摆阮做伫遮吼。来，那各位呢，有没有要登船？要去坐那电灯还是要坐哪种？
十个我们就开船了哈。哦。来来来，翻新他那个阿宝贝哦，嘿，优惠哈。喝酒啊！以前那还清理啊，哎呀，他们清理也是。对。
我你你刚刚领的出来。好。哎呀，有人，安尼甲老赖啦，开始注意袂，根本分袂啦。